我们上节课讲到安卓实体的工程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和 Eclipse 不一样。比如说这个 SRC 下面的 MEN 下面的 Java IIS 还有 Asset AIDR 等等，这有它自己的默认的规则。那么如果是说我 Eclipse 的工程是不是就不能使用 Grunt 脚本来编译的呢？不是的，我们可以对它指定某一个类型的文件存放在某个目录下面。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一个 Eclipse 工程。好，打开它，这是一个标准的 Eclipse 工程，对吧？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 Grunt 脚本来编译。那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在这里，我们在安卓的这个模块下引入了一个 SourceSet 的一个属性。好，这个 SourceSet 能够指定你某个文件是在什么位置。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好，我指定的 manifest 啊是在当前目录下 grunt 以 build.grunt 这个文件为基准。好，和它同级目录啊是 manifest， 同样的啊 Java 的文件是 rsc。 好， resource， 这个 resource 不是我们的 resource 啊，不是安卓的 resource 啊，也是同样的 rsc。 aidr 啊，和之前的 aidr 是和 rsc 也是放在一起的啊。然后这里是我们的资源文件，资源文件是放在这个目录下面。好，只有指定了它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编译啊。好，我们启动一个命令行这里，然后 grunt build。好，可以看到哈，它编的出来的文件就放在我这个 build 下面。好，编成功了，我们看一下啊。好，是不是一样有 APK， 对吧？那其实呢，这个属性我们可以看一下帮助文档，它会更加详细的告诉我们啊。好，这就是安卓的 SourceSet， 我们可以指定这些属性啊，都可以对它的文件进行更改。那每一个属性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脚本啊。我们每一个属性下面，比如说这个 assets 下面，它这里使用了 src.dir， 对吧？那么我想知道除了这个属性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配置的呢？有的啊，我们随便点击一个啊，点击它，然后到它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正常情况下我是用的这个 src.dir， 对吧？我也可以使用这个集合 source files， 它这里传一个这个 file tree 进来。同样的，我也可以排除某些文件啊，通过 filter 的方式把某些文件给排除掉等等，只是这些不常用啊，我们通常使用这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来执行它啊。这就是 SourceSet 的写法，后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更高级的一个 SourceSet 的配置。好，我们继续看大纲啊。好，原文件的修改啊，这个路径修改我们已经学到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学习引入依赖项啊。首先是引入一个架包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引入最简单一个架包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引入架包啊。好，我这里 labs 下面有这个 gcm 和这个 json 这两个架，对吧？那我在代码里面能不能直接使用呢？我们试一下啊。好，它这里没有，对吧？没有找到，是因为我们那个架包没起作用。那么怎么引入架呢？一种方法啊，直接用点右键属性这个 module setting 里面，好，移到这个 dependence 这儿来。好，我们添入个架包啊 ，fail。好 ，lab 下面的啊，比如说我们两个都引进来，再加。好，我们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脚本，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脚本。脚本它新增了这两行，这两行就表示我引入了这个 GCM 的架包，引入了这个 JSON 的架包。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呢？比如说
我想，因为这个 name 我有可能随时改变，比如说它可以有可能变成2.3.2、2.3.3，这个 GCM 有可能变成其他的，对吧？那我不用能每次变一下，我都去改个名，可以把整个 Labs 下面的库都包含进来。好，怎么写呢？啊，我们看一下。好，大家注意，我现在用 FileTree 啊来代替了 FileTree 这个属性来代替了之前两个 Files。那么它是一种集合的形式，我可以把这个 DIR 这个目录，我可以把这个 Labs 下面目录所有的架包都 include 进来，这样子就不管，只要我以后有新的架包我扔到这个 Labs 里面去，我就可以用这句话来适用我的所有的架包，不用每次都去更新这个脚本，是非常方便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门，打个第二题。好，这里我比如写 JSON， 好，现在是不是有这个 JSON 呢？对吧？就证明我的架包是导进来了的。好，这里说了两种方法，对吧？一种是这个引入单个的文件，另外一种方法是把整个架的这个把整个 lab 的目录给 include 进来。好，这两种方法。好，我们看一下啊，那还有一种方法是引入在本地项目。好，同样的，如果你对脚本不熟，最简单的方式还是使用这个 module setting 下面的 dependence。 好，这里添加一个什么呢？这里有个 module dependence， 选择它。好，选择这个 my library， OK， 确认。好，看一下这个脚本，这个脚本就变成 compile project，表示我这是个模块，然后啊，这个模块的路径和之前一样，是在 library 下面的 my library 啊这个名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my library。好，这是非常简单的啊，语法也很简单啊，这个方法也很简单。那还有一种，我是比如说我现在是没有写这两句话。那么我现在是要依赖于这个 support v4 包 v7 包，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dependence 这里添加一个 library dependence。 好，这里是不是就有啊 support v4 然后 v7。 好，我们一个个加啊，这个 v4 再加个 v， 对吧？好，这里 support 了 v7 v4 了啊。好，之前我们提到了，好，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错误啊，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定 mini 最小 SDK。 好，我们给它指定一个 SDK 啊。怎么指定 mini SDK 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增 default configure 这么一个模块，然后在里面写上 mini SDK 啊， target SDK 啊，这是 version code version name。 如果不写它可以用 manifest 里面的覆盖它，如果写上啊，它就可以就按这个脚本里面写的去替换 manifest 里面的文件，这也是非常方便的。好，我们再编译一下。好，这就没有问题了。然后之前说到啊，我们这个 labs 下面啊，这里我们回到这个视图，我们这个 labs 下面使用了这个 JSON 2.3.1 的架包，对吧？好，也是用到了它，对吧？然后我能不能用就是说远程库来替换它呢？可以的。好，我先把它删除 delete。 好，这个 JSON 已经变红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远程的 JSON 库，怎么增加呢？你可以在这里 dependence 这里 library。 好，我们再搜索 JSON，好，这里收到了一个 JSON 库啊，我们 OK 它 OK。 好，我们这里就把这个 JSON 库导进来了。导进来之后啊，我们这个 lab 下面是没有了，然后它会通过脚本啊去远程服务器上去下载这个 JSON 对应的库啊，这样我们就编译通过了。好，这样再也不需要去维护这个架包啊。好，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远程的依赖关系。